需要许多无忧。这是爸爸一个朋友的厝，伊答应要予咱伫遮住几工，来，伊拿一包回来。妈妈嘞，伊是伊妈先回来啊。爸爸不是有讲过啊？妈妈最近咧无闲，都予爸爸来照顾你啊。那你为什么爱住遮？为什么唔住咱家己的厝？因为恁爸爸希望咱两个培养感情，所以就带你来啊。我爱跟莫妮卡伊斗阵啦，我要找妈妈，你坐落去找妈妈啦。来，进去，你听爸爸讲，因为爸爸是要给妈妈一个母亲节惊喜，才找你来家。母亲节惊喜？爸爸拄则唔是讲啊，妈妈最近真无闲，咱先卖家己查。等母亲节迄天，爸爸要带你去找妈妈，会欢喜。我嘛有准备礼物给妈妈。所以就讲啊，咱为着要给妈妈一个母亲节惊喜哦，你就先避一下，然后给莫妮卡阿姨照顾你。这就当作是我阿哥甲全全做伙要给妈妈母亲节惊喜做的一个准备嘛。这是我做给妈妈的母亲节。爸爸，我爸爸，这你家己做的？这是我要送给我妈妈的母亲节礼物，妈妈啦！哎呦，我真正不知道你这么搞刚是要创啥呢？恁爸爸妈妈都要离婚啊，你今晚做这有什么意义啊？我爸爸妈妈才袂离婚嘞，你又袂讲。你若不是不相信，你去问恁妈妈。因为恁爸爸无爱恁妈妈，所以恁妈妈起码靠要离婚啊。我袂讲，你又袂讲啊。我是不是我袂讲？你真紧就知啊。为弟弟以后，不是无爸爸，就是无妈妈。你一个歹查某，全世界上歹的查某。我爸爸也是我妈妈，绝对不是。你起码讲啥？你好歹讲一摆。我讲你是全世界上歹、上臭的查某人，我爸爸绝对不介意你。我的母亲节礼物，免唔敢啦！为着今年的母亲节哦，你是看袂着你妈妈，这礼物唔免送啊啦！带恁朋友遐。我请莫妮卡替我照顾全全。但伊是大明星，毋捌生过囝，伊是安顾囡仔哦？这你着莫管啦，全全真乖，白天莫妮卡这种麻烦呢。对了妈，若是亚芳回来问到全全的代志，你千万通讲过刺激伊，给我来讲。知啦。